现实或有风雨巨浪，吹不走，冲不退，信可见状。枯萎的花最终会盛放，松开了的手，凭着爱定会有日再躺。我是徐伟贤，是一位创作歌手。我之所以热爱音乐咧，其实同信仰都好有关系。我由小学三四年班已经开始翻教会，在主日学的诗歌的熏陶之下，令到我和音乐成为了好朋友。看完 C All Star 他们的封面故事之后，发现他们不是基督徒，但是在个分享的过程里面，我看到他们对生命的热爱，对音乐的使命感，和对世界的爱。看回我自己在音乐创作里面，其实过去几年都有为到一些机构去写一些会歌，但是在出席一些活动里面，见到一些推着轮椅的朋友，他们的生命反而更加鼓励到我，以至到我对于我日后的音乐创作都有很大的 inspiration， 就是很想写一些有励志性、有正能量，还有可以令人听完之后更加爱生命的一些作品。其实我今天可以用这双手去弹琴和创作我的音乐，都是一个很大的奇迹来的。因为我小时候也曾经试过有几次受伤只手，试过一岁的时候将只手放在个插头上，当时个插头就 爆开了，我的手指就弄了，没有事。也试过小学去朋友家玩，他们不小心闩门夹着我的手指，当时只手是黑了的，即是有很多淤血在里面。咁亦都試過咧，細個曳啦，即係去煲蠟啦，咁成盤蠟倒落隻手度。咁當時即係經歷咗呢啲嘅創傷，依然可以繼續去彈琴。咁對於我嚟講咧，呢個係好大嘅奇蹟嚟嘅。生命係充滿住奇蹟嘅，只要你願意打開心扉，信靠上帝，每一日嘅生活都係奇蹟。